梦想家本来从上个赛季进去就是比较薄弱，那再加上其实大兵没有办法打，所以人手的确是有点不足。是，三分外线这边是老吴，吴家俊做一个外线尝试。当然，如果是以三分见长的球队，他们追分的速度是相当快的。老吴这个大跨步踩进去了。哇，这个退防是进了五个三分，梦想家投进了四个三分球。第六个三分会出现吗？老吴说有，就是我。哦，老吴单节的第二颗了。底角的阿锦拿了球就拔。双方今天攻击节奏都超级快了。老吴要到犯规，球也进 ，N1。好了，对，如果要打季后赛的话，像这种类型的犯规要避免。那边团队目前已经投进了八记三分外线，吴家俊第九个，故意得失，两个垫球发生的失误。老吴偷一步，有哇，今天的老吴没有极限啊。对。老吴的打法好像也没有像上半场这么样的奔放了，出手几乎有点犹豫，还好这个三分给他投进了。对，有听到奎哥的呼唤啊。哦，再度回到十分差，这边是别人，没有别人，就是你了，老吴。